大年初七是人日，人人都生日，有非法民间烟花就汇演助庆。网上流传一条影片，星期五夜晚的十一点几，在观塘茶果岭海滨公园海旁有人放烟花。警方接报，只有市民目击最少有五个20至30岁的男人在上址放烟花，但警方到场之后就并没有发现。经调查之后，现正追缉7男1女人士。